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师父。台长师父，首先跟您说一声对不起，因为我自己的罪业，要请您辛苦帮我看图腾。我是1988年属龙。不要讲话了。说吧，想看什么？看身体。嗯。你的血液出毛病了。台长，我26岁得了乳腺癌，那年是2014年。我2015年的时候骨转移，然后今年我29岁，骨转移加重。已经到你血液里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现在不单单是一个地方了。好几个地方。对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讲啊？你杀业很重，小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家里人杀了很多活的东西给你吃啊？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杀鸡杀鸭或者杀其他的动物？我喜欢吃海鲜，而且台长，我家里我的奶奶和姑姑也都是乳腺癌。吃海鲜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我忏悔，对不起。你现在几岁啊？今年29岁。你好像已经动过一个手术了。是的。你很麻烦的，因为你当时以为动过手术之后就会好了，因为我现在看你啊，乳房切割之后啊。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还继续吃海鲜？你自己生了癌症了，你还要吃海鲜？你自己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啊。对不起师父，我错了。师父，我2016年就开始吃全素了。你身上还有孩子，你自己老实。对的。坦白。是的。我忏悔，忏悔我淫邪，忏悔我打胎个孩子。对不起，我忏悔我杀生的业障。那个孩子本来是个男孩子，到你这里来本来应该正常投胎的，你比较大的时候才把它打掉的，听得懂吗？对不起，我忏悔，都是我的错。很麻烦。现在你的血液里边有那个癌症病毒，所以走到很多地方都会影响你的。是的，我来之前就是在家里基本不能走路，而且来之前的时候吃止痛药都吐血了。菩萨加持我，让我能够参加马来西亚的法会，又能参加印度尼西亚的法会。在法会期间我行动自如，而且没有很多疼痛，可以坚持念经，坚持忏悔，还可以得到台长帮我看图腾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恩。你们现在知道台长干什么了吗？在全世界天天这么跑，就是天天这么在救人呢、啊、救这种快要死的人呢、啊。我跟你们讲了，叫你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要等到生癌症了再来找我，早一点念经，早一点吃素，早一点修心，就这种恶病就不会发生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对的，我修得太晚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犯邪淫，你听得懂吗？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都是我忏悔。跟着台长学佛以后，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跟台长学佛以后都戒掉了。我看看啊，还能不能活？感恩台长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8年属龙。你要经过
六个月的疼痛，这个六个月如果过去了你就闯过来了，如果这个六个月过不去下辈子见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台长。台长，我来的时候家里人因为路途比较远，我在中国，而且我在黑龙江，家里人不放心我，怕我出事情，我就跟家里人说，我说就是我出了事情，我也想离着菩萨近一点。妇科也不好，我现在做内分泌治疗，然后打针不来月经，打的针非常的粗，比牙签还要粗，每28天都要打一针，我现在已经打了3年了。看见了吧啦，大家看见了吧啦，你一个礼拜当中看一看会不会做到一个梦，一个很亮的球在你眼睛前面慢慢转了、啊、转了、啊、转到你身体里了，如果你做梦做到这个球转进去了，那你这条命就救下来了，师父只能这样了。感恩您师父。师父，在马来西亚槟城您弟子开示的时候，当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一个男士跟我说，说你知道你挂坠里是谁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他说你挂坠里是玉竹菩萨，帮助你消了很多的业。我知道我自己罪业非常非常的深重，真的感恩菩萨给我机会让我能接触佛法。我知道台长您真的非常非常辛苦，我这次如果不这么严重，我真的会自己努力的按照台长的方法努力的修。我看着您这么辛苦，我好说话，好好的念经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一定少说话多念经。菩萨救人不是听你来说的，是让你好好念经的，听得懂吧？听得懂。我今天能够救救你的话，也不是让你活着在这么嘴巴这么乱讲，你知道你还造口业，听得懂吧？对的，我对我妈妈。你把一个老太太气得了半死，知道不知道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自己不要以为啊，真的，你天天要念5遍礼佛，是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自己看看吧，如果你真的诚心诚意想改，我想这个宝贝会到你身上，你可能就会好了，帮你治愈了。你现在是血液里边有问题，癌细胞特别多，所以必须要制止它，所以才不会生这个啊，癌细胞都会到处会转移的，没有办法。本来是你这里生了，你左面生了，右面还会再生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自己好好改正了，一个人邪淫现世报，所以不能这么乱来的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死了之后，就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是头一个猴子，真的。对不起，台长。现在记住了，心猿意马，一共谈了3个男朋友，比较重的，跟他们好的嘞，都出事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了，看一看吧，我已经跟菩萨讲了，先保你半年吧，让你不要死掉。半年当中你放心好了，死不掉的。嗯。感恩台长。好好念经了，好好在菩萨面前许愿了，放生了，你自己可能要许个大愿，如果好的话，你终生不能有男女之事了。我现在就跟菩萨许愿，我不要乱讲。嗯，好的。我站起来，年纪太轻，等到以后，如果万一出事的话，你现在要救命，你才肯这么做。如果万一你违背了一点点的话，我告诉你。3天保证走掉。感恩台长提醒。好了，回家想想好，
在观音堂的时候慎重其事的上香再许愿，好不好啊？好的，台长。我已经救你了，你放心好了。感恩台长。生不如死啊，听得懂吗？是的。每次打针的时候生不如死啊。是的。就是治你邪淫。是的，我错了。你这个邪淫很厉害。是的。我就跟你说，你主要是抱在这个方面的，你不应该啊，很多事情。对的。好了，好好念经去吧。每天五遍礼佛。台长是感恩您，能请问您一下，我小房子总共要多少张吗？还要560张。放生呢，台长？4200条。慢慢放。感恩台长。还有，自己以后不要穿广告衫了。哦，好。穿干净一点的白衬衫。好的。不能穿任何有数字的，而且晚上在家里不能乱想，少上网，看一点点邪淫的东西，你可能就会被带走。感恩台长。现在已经有黑白无常在管住你了，你特别当心啊！我刚刚已经看见了，所以要不是我说情的话，你可能活不了2个月。感恩台长。好吗？还有，掉头发掉得很厉害。是的。肠胃不通，肠胃啊，对的，不通，一塌糊涂啊。其他没有什么，好好念经，跟菩萨好好忏悔吧。好了。感恩台长，我自己的业自己背。好了，先救他半年再说吧，没办法。